打造台东成为观光大县，一直是县府努力的目标。绿岛拥有绚丽的海洋环境，更获选为全球百大潜水胜地之一。我们诚挚地邀请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潜水爱好者，参与2014台湾国际潜水嘉年华，一起来见证绿岛美丽的海洋世界，体验珊瑚礁美景，徜徉在大海怀抱中，让绿岛海洋之美呈现在大家眼前。